主料高粉30克，奶粉10克，全蛋1个，水100克，黄油50克，辅料万悦没油。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材料麦薯预拌粉200克，高粉30克，奶粉10克，全蛋1个，水100克，黑芝麻10克，万悦没少许，黄油50克，预拌粉、高粉、奶粉、黑芝麻、万悦没混合均匀，加入全蛋和水，用筷子略微搅拌一下，再加入融化成液体的黄油，揉成光滑的面团。操作的时候如果觉得粘手的话，可以收离某些黄油，用切刀辅助进行。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5分钟，将面团揉成掌条，分成15个，每个30克，搓圆后入烤箱中层230度30分钟。烹饪技巧，具体烤焙的温度及时间是不同烤箱进行调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